拿一个叶子过去。小快点，包一个，快点，包一个最吃。大姐，好吧。拿一个叶子自己包，我看一下会不会。你没有听过那个什么那个笑话，说什么哦外国人吃粽子，他说哇这个粽子真好吃哎，哦然后还有附那个牙线，哦很贴心啊，可是那个就是那个外面的叶子硬了一点，外面的生菜比较硬。你要吃生菜吗？不要。先吃一片生菜、啊。不要。还要抓多边啊？我要在网上。这里有个叶，里面要放那边，对不对？